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女人靠假睫毛吸引男人的目光，而男人也可以靠胡子来发挥男性的魅力。根据调查，80%的女性喜欢男人有胡子，因为留了胡子的男人更有男人味，更加有历练。今天国光帮要来教大家胡子到底该怎么留才会有型，而有胡子的男人和没有胡子的男人究竟谁的女人缘比较好呢？春晚，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文文，哎，来到中间来。Hello， 你要变魔术了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有新招，吓死你！好棒哦，真的被吓到。谢谢，小助理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一副扑克牌，是，给镜头检查一下，都不一样。啊，正常的扑克牌。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把牌就这样叠在。桌子上它会掉落，那你喊到停，那我就停，然后上面那一张，然后你看一下数字，停。好，那你还要吗？就可以看了，看最上面这一张，给镜头看，不要给他看。给我看其实没关系。嗯，好。好，那你放回去吧。黑桃三，对不对？盖上去了。对。盖上去了吗？我说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对。那你拿第一张。啊，黑桃四。真的、啊，我看错了。七哥，你还玩一次？我刚喊太快停。不行，我一次。不是，不是，好的魔术只有一次。对嘛？好不好 ？OK， 掌声鼓励，非常棒。对不对？哪像那个小钟永远闷姐，就这样。对啦，今天要讲的是什么？国光帮耍闷教学，胡子到底该长哪儿啊？胡子，胡子，胡子，你哪人啊？我苗栗人。哦，苗栗。哈嘎硬，哈嘎硬，哈嘎硬啊！哈嘎歪，哈嘎歪，哈嘎歪。对啊。不用这样给我看。他还有手毛，对，手背上都有毛。比较性感。是是是，这样性欲比较强。有啊，嗯，有吧，您就有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给对方一个那个令人振奋的事情，好，信无畏摇滚巡回演唱会4月21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，这是那个信哈，这个好几年来第二次在台北办演唱会，是，上一次是在中山足球场。嗯，那次是户外，这次是室内的。嗯，室内的原因是因为怕天气影响。梅雨季快到了，对对对，应该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好多年哦。那这次演唱会介绍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保证让大家过一个非常摇滚的夜晚。对，你说那首歌是改编之后多长？北京一夜吗？北京一夜、千年之恋，我都至少把他们加长了大概。重新编曲，然后变得很重摇滚，大概也会每一首歌都有超过10分钟。哇，10分钟，哇，很过瘾啊！目前能跟你比的只有 The Doors 那一首，耶，有吗？1分钟多，乐器 solo 应该是5分钟吧？没有，不在 solo 不在重点，是整个编曲的厚度，对啊。哦，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来宾吧？没有嘉宾，没有哦，没有靠底，我自己很爱唱的。没有嘉宾了，有加蛋。是，不。Rock 不需要走梗，好不好？这次你们那个什么音响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屌啊，音响超屌！我把1/2的钱全部花在音响上，是哦，因为声光。小巨蛋有3层嘛，那可能我们第一层听的。人很过瘾，对，2、3层就越来越稀少，是，所以我们上面也会加，旁边也会加，后面也会加，我就感觉在电影院一样，同样的效果，对对对对，嗯，来，今天要讲的是胡子，好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，好，周杰伦，首先看，这是周杰伦清纯的时候没有留胡子，好，然后一留胡子就棒棒，爽，哦。那这次那部新的电影也留胡子，酷，嗯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这位更厉害，哇塞，这谁？哇，奶油小生，哇塞，哇塞，对，高以翔，高以翔，对，高以翔，哦，高以翔，对不起。可是，一旦他留胡子以后，哇，新高以翔，完全两个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对，其实胡子对男人来讲其实是有一个加分的作用，留的适当的话，嗯，因为有一些人没有胡子硬留，那也是很恐怖的，对。哦，就是那种稀疏的嘛，那很丑，很丑，好像没有刮干净。对对对 对, 對，最近有一个硬流的，就是马国义啊，不太适合留胡子。对呀，对呀、啊，有了胸毛还要弄胡子干什么？那就长在一起了。对啊，他脸是可爱的，硬流就对，留胡子是酷，嗯，留出来要感觉很酷，很有型，嗯嗯，对不对？像班杰一样。对对，一定要留啊。现在不留了，你那个眉都会走光。有一次我那个去那个啊大哥的店哈，然后在店里面啊，我在跟一个朋友来嘛，然后我们有四环的眉嘛，哇，很多眉哦，一环到眉，但是我们树根高一响，你看他有6环，6环，整个脸都是胡子，有没有？是，然后他隔了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忘记，反正我去了，然后高一响他都没有眉耶。是，然后是因为他拍了一个什么保养品的什么，所以要剃胡子，说他剃掉了，刮掉。他一个人在吧台那边喝啤酒，然后就看说，高一响怎么在那边没有妹，平常都6环呢，这个时候都没有，应该是没有被认出来。嗯，有没有胡子差很多？差很多，他真的留起来帅。所以班姐，你现在有想要留胡子？他，你看他那个留起来多，哎呦！因为他，你看，说真的，他不留的话，哈，是太奶油了一点。对对，他要留才有气。留了胡子你就变成大，对，气功。我现在还是敢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怕6环、8环、16环。就是说我一直在缺胸肌肉，做一些 man 的动作，如果留胡子，那个距离感太远。不会，你留那种，留那种。会。今天我们是了胡子，所以我刻意今天早上都没有刮，所以今天早上就有点胡青的感觉。胡青最帅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你什么？大爷说什么？我也没有刮。你用拔对不对？剪刀就可以了，轻松的。大爷应该留小辫子吧？留什么？大爷留什么？像什么？就像那种，他其实从字上讲出来那种一根毛那种。就鹏哥刚刚讲了，就很像智障那种，这三根啊，拿剪刀这样1、2、3，好，完成了，就这样。OK。而且不用每天哦，差不多，最可以撑很久，可以2个礼拜剪一次就好了。啊，行，一定是你的那个男性荷尔蒙够，对不对？对，要那种还蛮远的。那没办法，这种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遗传的。你们这种去那边靠胡子什么3环6环，我跟信我们从来不留胡子，我们也去，哇塞。我们赶出去就已经16环了，人家是要你请他喝酒，你一定要讲出来吗？好险！好，但是胡子不是每一个人适合。首先我们看马国贤，马国贤，那我先帮他涂个胡子，我觉得他适合这个。应该会 man 很多吧。man，我觉得留胡子的男生要够高啊。还有你光头的一定要留胡子，要不然就变成和尚。好，马杰，适合了。然后，这种就是那个戏说台湾里面演那个，知道吗？师爷。那如果他大胡子什么样子？为了好玩，为了2环。哇，有没有？还有老三，好坏，这样还比较好一点，好一点，这样还有型哎，坏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多 man， 哇，是不是？这就分辨不出来了嘛，哈。好，马同学，太好了。不舒服。信有留过胡子吗？有。你什么时候留啊？你出片你怎么留？没有，录音的时候。哦，不用表演的时候。就是专心在唱歌，每天进录音室，然后看着镜子这样，这样有一点沧桑 feel， 录起来比较多。信够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胡子留起来基本上要酷，而不是说可爱啊，或是对不对？有时候可爱啊，像过年我留了一个周杰伦啊。啊，周边林，我故意的，因为今年那个周边林的帽子特别夯，是，所以我就故意留一个周边林，应该有照片，有吗？哦，在我这里，哦，这么酷，周边林，周边林，我靠，是真的胡子啊，你很像周边林哎，我10天就留出来了，很少看到留胡子的人那个嘴唇那么红哦，应该差不多5天就是这样。
啊，我看外怎么样？很可爱，卓别林嘛，卓别林，卓别林，对不对？好适合。我想说，卓一个可爱的胡子，原本是大大的，有点像墨西哥人，因为八国混血，人家不知道我是什么哪一个国家来的，是这样的，有点怪怪的，印度、墨西哥，剪掉卓别林。我说，哎，卓别林好，变英文。OK， 那小钟呢？我们也找一个适合的来。适合。还变帅了。对对对。就是那个，一个是克拉克盖博在留的。那个明末清初的时候的小气鬼。都留着我们适合。如果他这个，如果脚胶不要翘起来的话，他就变克拉克盖博。对不对？就请他买个单，还抓个胡子，我考虑考虑，还是不是啊？小贱人，这叫小贱人胡，但是不错了哈。他其实胡子蛮好看的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好看。怎样？我想这个很正哦。我靠，完全改型。哇，哎呦，酷，帅帅帅。虎克传奇。长这样搞不好把妹还比较容易，不会被人家甩的。哇，这样更棒！所以你看，有没有胡子对一个人样子影响真的太大。小康留过胡子吗？我没有哎，没有，不走胡子这一招的。曲哥呢？我也没有，从来没留过。对啊，因为留胡子你摸，我只要比如说有时候不刮胡子两天了，你就摸到那边就很不爽，就哎。哎，就想办法在自己那边拔，你知道吗？不适合，然后就赶快把它刮掉。不太习惯留胡子。那大爷，你觉得你有胡子？一个男人有胡子跟一个男人没有胡子，你觉得哪个比较性感？我有胡子，像我很需要，我希望我的胡子是可以连到鬓角的这种，像班杰一样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像这样哈。对，就是。是啊。哎呦，班杰，哎呦，帅哦。很像外国人的感觉。番茄，这胡子留几天变成这样？这个大概一个礼拜，一个月要不要？应该等一下就要两个礼拜，不到两个礼拜，快两天了，十天了，那是胡子茂盛的那种，对，就毛发很乱。你看，你用火早上没刮，下午就这样。胡子长得快有什么困扰？长得快，就吃东西很不方便。为什么？喝汤什么都会粘在这边。对对对对，那一定要擦的，不然对啊，比如喝。那个牛奶玉米浓汤牛奶配的。番茄真正住的地方因为毛发被发现了，其实跟毛发的浓密度还有它的粗厚度其实跟种族是有关的。对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人类的毛发越少是越进化的，所以就是像我们的胡青刮，刮，然后胡青就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好，十点刮完对不对？就拍拍到中午放饭，要开工前再刮一次。好，开工然后下午四点再刮一次，你保持那么奶油干？不是，因为想要联系嘛。对，要联系。下一个镜头盆儿，对啊，长出来。对啊，然后就是，如果说我是只有早班，就是日系的话，我要刮四次。哇，夜系就不止了，夜系厉害了，随时都要刮这样子。我的胡子也是长很快啊。可是你那么黑看得出来吗？怎么看得出来？看不出来。镜头上是很清楚啊，有时候也是没有刮，对，没有刮的时候，哎。他的胡子之前是这样子的吗？他有没有？没有。他导演一看说去刮胡子，刮胡子。而且我想到了，我们原住民很少有络腮胡。有些很少很少，有些啦，有些还是有。哪一族最多？应该哪一族比较多？这个有分吗？有分。有哪一族的比较留胡子？有。布农族的胡子会比较多。布农族，对不对？你看施孝荣就没有。对对对，不同族的胡子就不一样，像猪鬃一样会刺人，可以吃常吃那个。像什么鬃？像猪鬃。猪鬃。对，不同族的。他说混血最容易络腮胡。像班杰。像我们之前拍那个《终极三国》的时候，其实长出来他们就会用更厚的一种化妆，就是化妆改膏啊，去改，直接盖。干嘛不刮掉就好？你盖啊，因为我们都在外景啊，在哪里，然后就不方便。不方便，错，我常常就是感觉是这边有一层在这边。不是啊，没有没有，那时候你还没红啊。然后化妆师不太理你，自己盖就好了，跟刮什么东西啊？对对，因为他没时间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所以电动刮胡刀对你们来讲不好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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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干净。
会拉会出来，而且会咬，会咬住，会咬住。对对对对，不是，那是刀片不够力，什么东西会咬住？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粗啊，哦，太粗了，对，太粗了，哪点粗？胡子，胡子，对对，可以大牙看。我也觉得不好用啊。什么东西不好用？电动刮胡刀。我们要问这个。哦，没有，只是。我问你，那个刮腿毛的为什么不好用？刮腿毛，我没有在刮腿毛，哎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你看。因为它没有腿毛啊。有。哎，有一点，哪有？好少哎，就很少，很少，很少。那没有胡子有什么好处？没有胡子的好处很多哎，像我就我像我跟他们有的人拍戏，他们就是一直刮，我都不用刮。嗯。然后我也不会，也都不会沾到，而且。其实最方便的是，我真的是五天刮一次胡子就好，所以我也不用像电动的很贵嘛，我也不会买。然后那种很便宜的那种一般一支的那种，我也是一支可以用个两个月，因为你就刮五天刮一次一次，然后都烘干。就抛弃式的，你可以对就可以用用五天，对，用两个月，就五天刮一次，然后再吹干，然后就不要生锈就可以用了，就把那刮胡刀吹。所以你很希望像班姐一样络腮胡。我是它有点太多了啦，这个很花钱哎，那个泡沫一直那边买那个，对，而且我也没有钱买，但是你还是希望有点胡子，对，我还是希望我有胡子，但是完全长不出来。那要宋医师啊，宋医师，那男生长不出胡子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可以让他长？擦生姜有没有？目前确定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目前可以除毛，可是没有办法长出毛，就是认所以如果他坚持要长的话，大概就是植毛。植毛，植毛，我怎么植啊？对，从头发上植啊。那太细了吧？不，他现在还是有人在做，就一根一根的种啊。早期在这里啊，早期一根400块，现在大概掉到一根100块。讲的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听各位来宾讲哈，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说，第一个，其实跟毛发的浓密度还有它的粗厚度，其实跟种族是有关的。对，所以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说，遗传那个混血的人比较容易有，事实上。络腮胡比较容易出现在那个白人，也就是 Caucasian 高加索人。哦，高加索。对，我们一般黄种人比较没有。对。那因为一般黄种人比较没有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教科书里面哈，是在国外的教科书他们会比较偏重于写毛发，事实上在皮肤科里面毛发已经写的不多了。可是亚洲人的教科书毛发写的很少。是。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人类的毛发越少是越进化的，所以。就是像我们的胃进化，进化胃，所以比较高的就是没有胸毛啊，就五天才剃一次毛那种的。班杰平常的主食是香蕉吗？那我有一个偏方，住在树上。那我有一个偏方啊，就是生姜一定没有效，但我这个偏方是从那个桃子姐那边听来的，是很厉害啊。这他的这个偏方是说，就是。孕妇不是都会有母乳吗？生母乳，你只要跟孕妇要那个生母乳，涂在你想要长毛的地方，真的会有效。去哪里要？谁要给你？我像我堂姐他们怀孕，他们就会冰那个生母在冰箱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要这样。那你用过哪里？我用过眉毛。我就真的长出来，对，真的长了。其实我是没有眉毛，完全没眉毛。如果卸掉，你们会吓死的那种，就一剂，就只有这一点点。一剂用画的，对，你们你看我眉毛是用，完全是用画的。如果我没有画眉毛，就是你们也认不出我是谁。但我今天不会卸，绝对不会卸，因为改天，专门为你做一集，还有毛给你卸。对，我就是完全没有眉毛，就是很艺伎。所以如果我现在出门，就一定会画眉毛，然后用也是用那个生母乳涂，我是真的觉得很有效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小你生母乳，小你现在可以试试看吗？我拿生母洗澡，然后变星星了。对啊，你们这样生母乳，我可以试试看，真的可以试试看。基本上你要长胡子的前提是你要先有毛孔嘛。那所以刚刚那个大爷在说的那个事情，其实不太可思议的哈。不管生母乳这件事情，最主要第一个，你要先有毛孔。所以如果你连毛孔都没有，像我们这种没有络腮胡的，你在这里再怎么擦，你擦什么东西，可是我没有毛细孔啊。对，可是里面没有毛囊。他说的毛囊血囊，因为我们在为什么我刚刚会开玩笑说越进化的人类，它的毛越少。事实上不是越少，是它的毛会变成我们叫绒毛啦，细毛哎，好 ，villus。比如说有胡子，对。很麻烦啊，他跟女生接吻怎么办？你有被抱怨过吗？这个又有技巧，技巧啊！这个因为问题是说，它有顺向跟那个逆向哦，逆向就刺了，一定刺到它嘛。所以你每次你要进来的时候，要先扣下巴，然后进来。好，这样你进来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再拆开，然后地下吧，然后再进来。所以你接吻都一直这样，没错，那个不是接吻啊。那你们呢？信，你怎么办？胡子剃掉啊，剃掉。
就是要不然情绪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剃，对啊，剃掉，剃掉，就是约会之前一定要，对啊，就先剃掉。基本上胡子也算多的男人，还好，还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好 ，OK， 正常，正常，正常的。这里面少的就是大爷，对我偏少。什么偏少？你就是没有，几乎没有，对，没有啦，有啦，还是有啦。你只要买光，我到底买夹的就好，夹就好了。近看有啦，近看。其实像我们小孩从小长大，男生的哈，嗯，长第一次胡子的时候是很辛苦，对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大概在跟短郎国一国二的时候，嗯啊，青春期的时候，全身该长毛的时候就开始长，嗯，包含胡子那里，嗯，对不对？而且身体会，然后没长的，大家都长。然后只有自己没长，就开始担心。哇，是白虎！我郭山的外号。白虎，真的。我到我高一才发育。是是啊。到国三是全身上都没有完全没有毛。你吃什么？哎呦。然后我你说吃什么才开始长毛？是吃中药。有吃转骨的药才开始有发育。那你艺名其实可以改名叫白虎。不要，谁要？不要让他联想到一次。而且因为我就是人家说吸引力法则，越叫会越没毛，所以最好就不要再叫这个名字。叫什么？白虎啊。白虎，那叫你青龙。也不好吧，我也不是。嗯，那意思你几岁开始长的？我们一般知道的是阴毛，大概男生在12到13岁开始，而且阴毛是所有体毛里面最早的。是对阴毛完了，然后才不能太多嘛。然后胡子大概是最晚的，胡子最大概差不多到14岁、15岁才会第一根发出来。第一根。对，然后很多人像我们亚洲人哦，很多人大概到了差不多25、6岁，嗯嗯，胡子才开始出现比较浓密的现象。是25、6岁。对，就是说他开始有胡子都稀稀疏疏嘛，然后到差不多大概25、6岁才比较明显，大概有一半以上的。哎，其实也对，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啊。很少看到全年都在刮胡子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才20岁20出头嘛，去当兵，都是连长他们在，对，要不然就是班长啊，他们那些对比较资深。所以大家在讲说男生有胡子比较帅，某个意义上，我觉得那是一个性别的思考了，就是他其实比较沧桑啊，不是，而且我觉得沧桑，嗯，就你当你有了胡子以后，他比较沧桑，所以表示这个人比较多的历练嘛。哦，表他的背后无限可以挖掘的空间。毛发过多造成旁人不舒服，还有误会。跟 NONO 出外景的时候，以前在海边出外景，常常说你穿短裤嘛，我已经穿了。一个主管，我看你什么时候开始留胡子啊？哦，对，明天刮掉。我不喜欢这个。哦，上班的人留胡子，你还是要一个对对对那个样子。嗯，留胡子你会觉得仪容要端庄，有流气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主要是时代不一样，而且在传说啦，就迷信一点的话，就是留胡子其实会对父母亲的身体产生影响。哦，有这样子迷信会哦，迷信是这样。想说你那个年代有吗？说一次，没有了，有听过吗？其实这应该是比较后期的迷信吧，因为如果大家看《论语》，他不是说父母在，基本上他们是不刮胡、不刮须，也不剪头发，身体发肤嘛。对，可是到了大概，我记得是清朝末年，是开始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你父母在，你不可以留胡子，因为对对对，就是父母在不言老嘛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明雄，你觉得你胡子多，你洗澡的时候容易浴室卡毛？这是毛，那不是胡子。哦，所以说你的 Q 毛很齐整。Q， 对对对对，很 Q， 很 Q， 而且很密。哦哟，而且长很快。哎呀，对，长不快。有在剪吗？啊，有啊，有剪啊。有时候在长的时候，就对自己剪了。哦，不然会都自己剪，然后就是关在浴室嘛，就是拿剪刀就这样，嗯，就是剪，嗯，有时候剪太短的时候，有时候还会刺，哦，会刺，也太不舒服，剪太短了不舒服，会去修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你知道 ，Q 摸的举手，大眼丑陋，你不会修。不会啊，我完全不会岔出来，我没有这方面。他珍惜，他珍惜。对，我要珍惜。哎呦，哇，没有那么夸张了。掉有苦，掉了。如果太长的时候，你说你小号对不对？你拉拉链的时候，会夹到，痛。你是猴子啊，你啊，风可以编辫子了吧？没有，有时候他因为那个毛啊，它是会比较粗一点，它会穿透那个你的内裤，你知道吗？你喜欢修了胡子的男生吗？对，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那个看起来脏脏，好像里面会有苍蝇还是什么。里面会有苍蝇，留多长啊？就感觉脏脏的，不喜欢干净。
那你自己有胡子哎。没关系啊，这样的性格哦，一点点，对，性欲比较强。那个班姐，你这么毛这么多，对你走秀的生涯会不会有影响？有，之前那个有一个内裤秀，嗯，然后就是我们去那个试衣嘛，然后就把那个内裤穿上，然后这边啪都是毛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秀的时候，你这样不行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刮毛，然后就说哦，好好的处理。那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方式去处理，但是我还不知道，所以我把它剃光。剃光了之后呢，我去走那个秀，我就有点像是大爷在走秀，那个秀，然后就很不 man， 你们很白这样，对啊，你要像那个白斩鸡啊，那个秀老又骂我，又被骂，然后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然后后来发现，其实我问那个于炳彦，于炳彦学长嘛，还是毛哥，你要买那个修鬓角的那个咪，那个东西，你要挑那个三米的。是是是，三米多。为什么要三米里呢？那我就开始试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三米里，然后我觉得，那个长度差不多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我两米里呢？差一米里而已嘛。对，我就两米里。结果睡觉的时候啊，好刺啊，刺啊！在那个棉被里面，它一直插，就是一直插到自己，刺到自己，很痛苦。所以你还是要三米里，三米里才会顺，那个毛才会软，它会短的话太硬，是，要不然它就是直。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多少腿吗？现在撩得起来，差不多这样，蛮多。但是我现在固定星期天都会三厘米，几天都会三厘米一次，全身三厘米，全身三厘米。哇，除了头发了就搞，除了头发以外，三厘米，眉毛三厘米，三厘米。这样在狠什么呢？那班姐你也说跟毛量多的同学上摔跤课会很恶心，为什么？你自己毛那么多，你讲家不是不是。我在台湾算是毛比较多的，可是在国外的高中里面啊，我不是毛最多，他们那个毛像毛衣耶，就是背后也有，对对对，超恶的。然后那个我们的摔跤课，你在那边跟另外一个男的，如果那个毛是干的，其实还好，但是等到他是。都是汗水，然后那个毛就在摸蹭在你的身上，这是恶心死了。那是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像我们常常在海边，我们常在国外潜水，海边就是那个老外上来，哇塞，他背后好像有河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背上都有毛嘛，上来那个水还在湿的嘛，这样哇，顺着这样流下去，纹路，哇塞，好毛哦。有的外国人很强哎，真的真的像星星哎，真的。其实像我们跟 Nono 出外景的时候，以前在海边出外景，常常说。你穿短裤吗？我已经穿了。你看那个浓密到酱油，浓密，它那个里面就会卡苍蝇、蚊子这样。哦，它那个真浓啊，感觉像防寒裤一样哦。对对对，然后一个 no no 是下半身嘛，然后一个毛病，你把上衣脱掉，我脱了，穿个背心、肚兜有吗？它这边也是很毛的，所以那为什么我们同样是这个亚洲人哈？为什么就甚至我们同样是生在台北市？为什么马国碧他的毛成这样，弄的毛成这样？那个真的跟每个人遗传不一样啊，有些人是父母就这样子，所以那个真的跟遗传不一样。不过我刚刚那个一开始您在讲那个助理小姐有那个胡子的事情，然后还有大爷，这个我倒想谈一下，就是我们人类的审美观哈，其实是比较趋向于像我的，就是比较像你自己的哈，他就觉得漂亮，所以男生会找的有一点点像男生的女生。女生会找有一点像女生的男生，你知道，就是所谓的中性性别。所以你说他们两个很配喽？不是，所以你会觉得，如果女生有那个胡子哈，她的雄性荷尔蒙稍微多一点，所以她的身材会比较瘦。你很少看到女生有胡子的身材比较胖，因为她代谢会快一点。可是女生比较没有毛的那些，她中年后会比较胖。是，那还是跟雄性荷尔蒙有关。所以我们就可以预期大爷在过一阵子就会变胖这样。哦，其实像这样讲起来，你们两个还蛮配的一对哦。对呀，你留胡子的女生，对啊，你没胡子的男生，肥也配胡子呗，真的。那意思，那有人找你除毛吗？有啊，我们 PV 是常常做这种，常常除毛。除毛以后，他们还会再长吗？目前我们所谓的雷射除毛是指永久除毛，但其实并没有真的永久了，它大概要除到3到4次，然后可以撑一两年。然后一两年，它长出来的大概剩下10%吧，所以它永久大概还维持百分之十。除哪里？是除Q 毛，小腿最多，腋下也很多。啊 ，Q 毛腋下，齿毛我有除过，可是不多。齿毛，齿毛其实不用除，它除的话是除全脸。全部，它是全脸。医生给了明胸糖，但又补了一巴掌。雄性秃，你们会担心这个事？
明雄了。问题回来了，雄性激素强的话，很容易秃头，雄性秃。你们会担心这个事吗？明雄了，会啊。明雄发线越来越高，明雄把那个发线越来越高，没错。洗头的时候没有，哇靠，怎么下面都是个？明雄先生，你几岁？我是42吧。还好了，还好了。我42，这样还好。哎，你很适合留飞机头哎。还好。42岁。没有，事实上，都是你看一下我们在场的男生哈，哪一个头发算少的？当然明雄先生是最可能的，因为所以。站住！你不要担心啊。讲一下，我很快的把雄性秃讲一下。雄性秃最早期的说法是雄性荷尔蒙过高，对，后来发现不是，是因为这些人抽起来雄性荷尔蒙可能都差不多，但就有人特别秃，后来发现是雄性荷尔蒙的激素的那个接受体过高。那讲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们以前以为是钥匙过多了哈，锁匙过多，后来不是，是那个锁孔特别灵敏。所以随便一下就打开，随便一下就打开，这样听得懂哈？所以一打开就掉头发。对，一打开就掉头发。啊，所以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亚洲人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毛量大概15万根，我们讲头发，然后到30岁的时候，大概剩下10万根。所以随着年纪增加，它本来就越来越少。当然。所以我刚刚问你说42岁，42岁这样的发量，它的雄性秃是有，但是差不多在第一级了不起，第二级。哎呦，所以这些里面，它一定是年纪相对比较大的。所以他的头发比较少是合理的。其实那雌性激素比较多的会秃头吗？不会。不过这里面老实说，我比较担心的是班杰。就是因为我猜他大概20几岁嘛，哈。对，二十。对，可是事实上我们的雄性秃一开始哈，他会先从这两个上去。是。实际上雄性秃很有趣哈，我们在很有趣，很有趣。就第一个，他这里微高嘛，第一级嘛。第二集就高到超这里吧，然后第三集的时候上面就会有一个小的秃头来地中海 combine， 对，然后到第四集的时候就是这条线跟那个秃头就围起来了，它就变成那个桃太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你看到桃太郎的时候，至少都在第四集，然后到第五集的时候，那个中间那个球会慢慢稀疏，到第六集就看不太见了，到第七集就全部光掉，那只剩下这一条嘛。所以如果各位还记得那个林国雄老先生，还有许信良他们有一阵子的造型，苏贞昌先生那时候已经是第七期。对，我看到以前还有老一辈男生有没有19分呢、啊？把这边长发盖过来，条码的条码，两根。当你看到19分那种，那种其实已经到第六集到第七集。不是那些人，他通常没有桃子。像我们看那个叫什么，布鲁斯威利的电影，从他以前看到现在，他是最明显。对，没开始这边有头发，然后咚到那个什么终极4.0，没警探第一集的时候嘛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，慢慢就到4.0的时候已经是哇塞，春光带光，他是带钢盔出来演，对，我觉得也很适合。警探会老，其实对，外国人很多会这样，像那个你要不要先把你前面的发片拿下来？对啊，你是戴假发的，没有，这都真的。那你会不会担心？我想说就剃掉。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有点，我直接剃掉，他胡子留出来，气功他厉害，大师。如果这边剃掉，胡子留出来，还是不会啊？你可以用气功要把挤出来，的面壁，或是我可以把胡子直到上面。事实上不需要的，我们头发里面最需要的是后面这些。所以这个几乎，除非你的雄性秃很厉害，要不然你如果去看许信良先生他们哈，他们其实是刻意剃掉的，要不然他们这一区其实还是有的，是，所以植发其实不是从胡子拉过去，它是从这边拉过去，就从那个我们后枕区这一块就可以。那我们中年男子要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发量，怎么样保养？这个就是说，第一个不要尝试去尝试生发的东西，因为其实故事很简单，我跟各位讲一下哈。头发跟那个头皮的关系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什么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毛将焉附有听过吗？就是说连皮都没有，你就看不到毛了嘛。那所以我的病人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常常跟他讲说，其实你就想象有一个山坡，然后一些树嘛，那如果山坡上的树全部死光了，就有两个可能。第二可能是树出问题。或者那山坡土石流嘛。那我们看到中年男子最常把自己搞出问题的是土石流了。盖住了。就是说你去搞生姜啦，你去搞一些生发水啦，然后拿酒精拼命喷啦，然后你的头发没死，可是你头皮发炎。头皮发炎以后就一直掉。那掉完以后，因为你知道一个发炎的头发它是长不好，发炎的头皮是长不出好头发。所以要不它就稀疏，要不它掉。所以我们常会跟那个中年男子讲说，目前为止很确定的是，只有减掉法的方法，就是我是雄性秃，很容易掉，所以我让它不掉。但是生法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是确定没有的。
如果说比如洗头之后这样可以去按摩头皮，会不会对他们有帮助？如果你适度按摩，其实增加血液循环，所以你可以供应发细胞更好的营养。所以刚刚大爷在讲说母乳的部分，如果一定要讲，大概就是给一点点营养的味道，我倒觉得荷尔蒙的几率不大，就是给毛囊一点那个营养啦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哎，其实牛奶应该也可以。牛奶，牛奶，逻辑上哦，那豆浆可不可以？对，理论上都可以，因为它就是蛋白质营养。是今天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测验一下我们的秃头指数？其实比较难测，但是我们如果各位在电视机前面想要自己测自己掉头发，是男生最常见的掉头发其实雄性秃，是女生最常见的掉头发其实忧郁期的掉头发，或者是产后嘛，产后啊产后。那我跟各位讲一个比较有趣的，就是说我们还常常接到一种掉头发的方法，现在比较少，是早期多，就是我们七月大学联考，然后大概十一月会有一批人。都是头发掉光，大一的学生来找我们说他掉头发。那因为你产后哈，我们当产后或者大考之后，他大概要三个月才会掉头发，所以你七月要去考试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把所有的那个头发供应切断。哎呦，切断以后他就准备换，事实上那个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就是换毛了。可是对你来说，你就觉得很紧张，因为七月断掉以后，它大概要到十月才会掉出来。就是它一切断，然后它就慢慢往外退。是，所以十月它大概开始退以后，它开始十月发现退，然后大概到十一月中退了一个半月，它紧张了。它才看。那这时候如果你要表现出你是名医的样子，你用手给它摸一摸，然后就说哦，没关系，我这样摸一摸你回去，大概十二月中圣诞节你的头发就会长回来，圣诞节会长回来。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循环的。对，它其实是一个自然循环。所以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说，你说你很开朗啊。对。所以你现在是建议大学生，当你开始大考完开始掉发的时候，就把自己当成狗，因为狗会换毛嘛。对，说到狗会换毛，是真的会换，我们人类真的会换，我们也有季节性脱发，可是那个现在在我们来说就比较不常见，但是我们还是偶尔会接到季节性脱发的案例，是，但是看不太出来的，还是就是他会在春夏案例比较少，可是来找你，可是这个问题应该是男生比较多吧，女生突然这样换发。女生几乎很少了，所以可是有一种换法是忧郁后的突然换法，那个我们叫熊那个圆秃嘛哈，那历史上最有名的圆秃就是伍子胥嘛，就是大家记得那个伍子胥过招关一夜白发吗？是，事实上不是，就是根据现在的猜测，医学的猜测是他其实是一个黑白发相间的，因为伍子胥过招关的时候大概28岁嘛，28岁30岁，就少年白嘛，然后他那个晚上他非常紧张，是那。白头发，我们刚刚讲过，白头发哈，它基本上是比较脆弱的，可是它的神经感知器也比较弱，是。那黑头发是比较强悍的，所以它对神经比较敏感，所以它一紧张，一个晚上那个黑头发就掉光了，啊，掉光以后它就整个看起来就是白的，哦，只剩下白头发，对，就是人家讲的一夜变白，对，它事实上这个案子是确实有发生。带胡子耍面却变成闹剧一场。今天最后我们就要请各位抽签，对，抽到了就双胡子。明雄其实明雄，哇，还蛮适合的，那有型的。来，预备。No 这个，那就这样啦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一起翻，一二三。好不适合我。哇，金刚啊！哇，贝克汉。班姐那个，哇塞，我靠，你那个是全身胸毛，你要脱衣服嘞？没有，有啊，抽到那就要脱上衣啊，真的，天毛，留内裤了。经过抽签之后，四位艺人将挑战不同类型的胡子造型，其中最让人期待的非大爷的胸毛莫属，究竟戴起来的效果会是如何呢？哇塞，好恶心呐！戴不到腮骨啊？我觉得是强力逮捕，你脸上是蟑螂的。OK， 好。哦，里面明雄其实明雄，哇，还蛮适合的，那有型的，好像猎人。眼神，好像猎人，这猎人眼神真的好热哦，看他三叔，好热热热。跟三叔讲话。OK， 姓其实不用戴，姓本来鬓角就很长啊，戴就很怪。看起来像上面往下齐天大圣，对啊，怪哦 ，OK， 而且还在落，你这个毛还在脱落，好恐怖，我们把它撕下来，由上往下，哇塞，速度要快，对不起，好，哦，希望你去看，我爱，我觉得适合，好
适合你。好吧，预备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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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预备，金刚狼。金刚没有狼，金刚。什么？金刚没有狼，什么意思？就是金刚不是金刚。OK， 好。民雄很有型，民雄很有型。班杰，班杰这个墨西哥了。对他很像那个美国西部那时候的人。对对对对，我那个，然后拿枪对决的那种。哦，很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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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问大爷，你大爷你在干嘛？是我们的照片。我觉得胸毛好可怕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决定就送给你。好，那这个其实胡子啊对男人是加分的，对，但是呢有时候要尊重女孩子的那个感受，不然的话被刺伤女孩子。来给各位再报告一次，信无畏摇滚巡回演唱会4月21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，赶快去买票哦。然后最后请阿信为我们带首歌曲。好，走。自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，什么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，我烧的寂寞沉默，未来有的激动不能抱住，你说什么快乐被大海淹没，钟声已滑落，可怕的笑脸还活着。这么高的歌，这么狂野的歌，不用用力，真的。所以可见那一天那个要演唱会有现场那个跑，而且那天那个喇叭是这样子震下去，绝对是满地的耳屎。好，不要忘记了4月21号台北小巨蛋见哈。对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只有一场，今年只有一场。